好，来看一下本周的新闻关注重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将于今年七月份访华，他表示目前中美两军合作面临非常好的机遇。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评论员有什么样的关注重点。首先问一下浩哥，我仍然关注呢习近平这次到拉美四国家进行访问，因为这次的访问呢确实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巴西还有一连串的一些活动，包括我刚才已经说过的，就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的会晤，以及呢在巴西呢还有一次和拉美国家的领导人的一次会晤，还有呢就是和这些国家呢将会签署一系列的合作的一些协议或者是一些备忘录等等。那么习近平主席呢还会在阿根廷有一场演讲，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令人关注的，特别是在非常有趣的呢就是在古巴的这个访问，因为我们知道呢古巴和中国呢是传统上的一些两个老朋友了，那么在意识形态上曾经呢是非常非常的相似，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现在呢古巴呢正在面临着一个全面的一个改革，而古巴的改革呢也遇到了一定的一个困难，是不是和习近平的这次的高层的会晤之后能够向中国取经，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点了。那么总之吧，就是习近平主席这次在拉美四国的访问确实呢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一些焦点。杨叔，好，那么新媒体呢，新媒体本周有哪些关注重点？那么今天竖起美国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消息被曝光之后呢，在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将在本周飞往美国寻求当局的解释。而另外呢，七月十四号，也就是今天起，江西南昌市全部区域将开放楼市限购，那么部分房企和中介呢说已经得到了通知，但是官方目前还没有回应，新媒体将会持续关注。好的，那台湾的新闻重点我们来问问嘉珍。嘉珍，台湾本周的新闻重点由台海军陆战队于十九号在新竹大会师，借以破除陆战队将遭裁撤的传言。此外，卫生部副部长、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率团来台进行医药交流，相关消息台北站都会持续关注。好，谢谢嘉珍。最后是 Uradio 的建涛。好的，杨叔，那梁振英本周将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2016至2017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法修改法附件来提交报告，来启动政改五部曲的第一步。而2014年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6号正式开幕，而今年的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越读越精彩，为广大的读者打造一个趣味与内涵兼备的文化嘉年华。好，非常谢谢以上四位告诉我们本周新闻重点，也谢谢您收看本期的全媒体周刊。